看看是谁还没有点赞。三弟莫急。哼，谁是你三弟？各位小可爱，本期视频破2000赞，300评论，即可秒跟下一集哦。这还差不多。我突然想起，我还没买保险呢，告辞啊。哥，你虽然不英俊也不潇洒，但根据这几天的相处，我觉得你还是挺讲义气的。你绝对会救小叮当于水火之中的，对吧？那是，刚刚只是开了个玩笑。来，铃铛妹妹，跟到哥哥后面，我带你杀进去。呀！小叮当在这。哈哈哈，你们总算来了。三弟，你忘了我们曾经许下的诺言了吗？你说过我们要……呸呸呸，提到三弟这个词我就来气，你再提我就往你嘴巴里塞奥利给。大王，他们既然来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动手了？不急不急，来了便是客，先请你们看看表演吧。来人啊，起锅烧油。小叮当，表演精彩吧？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。小子们，给我上！骷髅公主，这小子害我颜面尽失，我一定要收拾他。不关你事，劝你还是不要插手了。谁说不关我事了？小叮当是我好朋友，你们居然绑架了他，还想做兔肉，太过分了！小叮当加油，加油！臭骷髅肉友，肉友！可恶，你们给我等着。哇，铃铛妹妹你真厉害。废话，远程还打不过近战的吗？快，骷髅王跑了，我们赶紧去救小叮当。小叮当。